生活当中安全帽带给你们什么样的体验呢？今天就带你们来瞧瞧。由于我出门看到很多骑士，他们身上的布品呢都很帅、很经典，而且很复古。那我后面就好奇了，我就上网去看，最后就被我找到了一顶我很喜欢的安全帽。那我二话不说呢，我就马上去买了哦。那这次开箱的呢，就是这一个 Penguin 的这个海鸟安全帽。那它的造型呢，相当的特殊哦，相当的特殊。那这个也是俗称的一种叫三车帽哦，三车帽。那我这次买的呢是那个消光黑系列的，因为我觉得说消光黑系列的呢在骑车会比较帅，会比较有型。那么当然它这个三车帽的帽体呢，它是没有这一个风镜的，所以呢我又另外去买了这个 BR 的风镜。那如果你们有在骑车呢，有接近所有那个人身部品的部分，你们一定会那个发现说 BR 呢它的那个安全帽也是相当的有名哦。那其中呢它的风镜哦也是相当的不错，它的造型也相当的棒。那为什么我要买这个 BR 他们家的风镜呢？原因是虽然说 Penguin 海鸟他们的风镜它也有原厂的，那其实搭配起来呢会比较整体，会比较一致。那我买 BR 的原因是在于说 BR 它的风镜呢是可拆式的，那未来如果说我只是想要换风镜的这个颜色呢，那我就可以保留这一个哦束带，那这个束带其实都可以保留下来，我只要单换风镜就可以了。那目前市面上我大概有去研究过一波哦，只有 BR 他们可以去换这个风镜，那其他的好像都是一体式的，就是说你如果未来要更换，那你就只能整个都把它换掉哦，那显得有点不环保。OK， 那最后我选择了这个 BR， 然后来搭配这一顶 Penguin 海鸟的安全帽。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去户外兜一圈。由于现代人讲求仪式感，今天就用不一样的角度来诠释介绍这款安全帽。为何我会想升级呢？应该这么说起，还记得之前的台中，这次佩戴全罩式 Penguin 海鸟牌，不仅外形相当新潮，且全罩式也更加安全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它通过更严谨的安规认证，内里包覆舒适，尤其在烈日的夏天外出佩戴相当的透气。别看下巴造型，它隐藏着流线通风口，可以说是潮与安全的兼顾。 Penguin 海鸟牌安全帽是否让您觉得既熟悉又带点陌生呢？是的，没错，它又称三车帽，因为外形相当朋克复古，又带点越野气息，对一个伪四牌的骑士而言是不可或缺的骑士布品。这次搭配选用 Brandley 的 BR 风镜，这次选配颜色电镀银。会选择这个颜色，一方面因为有一层镀膜可以抗 UV， 另一方面当然是 bling bling 潮有型啊。整体搭配完全没有违和感，但刚开始还以为视觉效果会不好，没想到外出骑乘通透度相当不错，夜间市区视线也不会感到昏暗没安全感。说说我的结论吧，类似的三车帽款式有很多，怎么选择都 OK， 只要能搭配出自己的风格都是最好看的样式。好啦，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，如果您觉得本期视频有点意思，别忘了订阅关注哟，我们下期见咯， See you。Gang, niggl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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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iggle,